嫂嫂，嫂嫂，啊，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好。等你来，等你，在地当当，策马加鞭金高关咚的咚，遇到狮子将马奔，噔噔噔噔噔噔，月亮带头来昏昏。哦哟，家里娘。有那块死了嘛算了，我是想开的，弄完又讲给家里说呢，当啥去嘞？家跟哪一道去哦，去走好哦。家里娘，讲跟今年几岁了？十一万十岁十四岁了。十四啦？哎呀，好讨老婆嘞。讨老婆家里的鬼谁天都爱我吃，侬是中包人，怎么还不够侬的呀？是啊，为此隔壁鬼人渣，我给中包得啊隔壁。不过，渣是师傅，人是我，可以想办法嘛。有啥个办法好想呢？屋里五爹五弟，好马个都已经卖了，要么还有两间铺草。家里娘。侬真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哎，不会来侬小身上当当算盘呀？有啥个算盘好当嘞？贾玲娘，贾明一时一百年，空留着年轻秀才身边。大户人家手机少八方，穷人手机为哪的？上大古文报驸马行，我可能真是懵懂少自己，还是我懵懂少自己，在家官无能者几古啊金，我一家身为本靠他，怎能给官有不长度无安心。祥林娘侬是寡妇，在家是不得闲，我倒有股好资金。我家山中有个火辣炉，当了为生一多年，他曾经托我把煤来煮，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祥林娘啊，要是祥林嫂肯嫁过去，他愿出这里多少八十二千，八十千啊！八十千，喏、讲跟他老婆为了过得钱，至少剩下二十千，死死不不好过年。这是侬媳妇上来名不好，留在身边关几天，怕掉他回来一帮心媳妇。为本事万苦老来甜，贾玲嫂，魏大嫂，开啥哦？魏大嫂，小哥，都想个大人了嘛？魏大嫂，先你特侬做个媒啊？策马加鞭金高关咚咚咚，遇到狮子将马奔，噔噔噔噔。娘，魏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还是等侬光顾啦，是讨债来的。搿一晚刚等我做媒，快吃。吃。魏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想叫侬嫂嫂嫁出去。嫁出去？我家二虎老罗肯拆，
叫侬过过完咋，还可以叫侬讨老婆。娘想想都是个好办法，我已经答应了，明天就要来得啦。明天？娘，你怎么想得出的？轻点，轻点。嫂嫂她肯去吗？娘已经答应了，肯也要去，不肯也要去。不告诉嫂嫂去，侬管。侬说就你风声，你到底让我打死侬？还不是多为侬啊，叫侬过过完咋，叫侬讨老婆呀。我不要，我不要，小菊，快告去。金鸡，哎呀，快点金鸡！小娃。时雨不早啦，早点困呀。哦，从小到你家里来，双手不停到今朝，这倒是苦到尽头，终于天涯才知道，你年轻夺命将我啊抛，从此苦命无子宝啊，这指望何日婆婆能到啊老？那婆婆我妈我能受，见我还能我能啊熬、那千苦万难我不怕，怕只怕要。看那张家秀李家少，与我一般不招摇，许多日在头内非婚家呀，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
娶婆婆年年财情不卖我，我情愿做牛做马，轻轻松带一人挑啊。婆媳情，他真人将我去卖掉，看来是婆婆她为情在只一定终究还是识破了这金一度老啊啊。为什么要死呢？我不能倒吗？对，我倒，我倒。子欲倒，子欲倒，宁死不愿再还家。在下上风光，道德人亡，乱岗上、所以大部头少家媳妇凶计上吊，我不但自愿替他做了一片母之命，特别证明不受险。是啊，诗翁此举真是夸神夸死。哪里哪里，这无非是挽救挽救侍奉神性罢了。阿虎，今朝已经是年年了年
明朝赵军部三十要上天，上了一头队，断供买回来。哎，侬到去问问太太看。我不去，太太顾不到断供，要拿我出去个。太太们又要买了好，又要买了。那还没弄好啊？死丫头，当我眼睛瞎的，一阵白雪偷懒，想吃想不得，穿上了几个蓝金才会好嘞。太太，今年不服断供是忙不过来的，实际在我之福里，侬晓得我是吃素的。是啊，过断供嘛总是淘气，可头名的为老婆子了，没事起码也来得个起劲，托应寻个人啊，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太太，老宽回来了，祖岁的真呀，只有半包大人，只有半包。是啊，嗯，世道变了，人心也化贼，你先去吃饭吧。好。马林霜来。太太，侬到乡下来的？哦哟，太太，我找不到人，所以不敢来呀。贾玲嫂见过四太太。哦，四太太，太太，她是回家山中人，不是我娘家金阿乡里。今年春天丈夫死啊，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身，他愿意出来走帮工，出席上文样样美，老太婆愿意做中宝，不知侬太太苦称心啊。模样最真，总爱想出手大家力气强。贾玲嫂啊，他他挑水劈茶，杀鸡在我苦为主。我是他他哎，这些上文能担当。我有心将他来留下，可惜他是孤伤，老爷素来妒忌讳，还得与他去商量。真好真好，有福有福。四老爷，贾玲嫂见过四老爷。啊、哦，四老爷是魏老婆子娘家的情人，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是个寡妇。人到老人，年呀三百了，用人难啊，试试看再说。啊，嗯，老空回来了没有？回来了。今年只是半步道人。哦，可魏老婆子啊，四太太，哥们娘一西施三天，规矩造句。好好，我想想四太太。贾玲嫂，哎，侬来到周我过三年来看侬。魏老婆婆，谢谢你啊！不要谢我，自家尽力呀。
还有五八月桂天还有远的婆婆长中扎来我也欢迎不做在家不辛苦也辛苦别唱谢爸爸接一下一个口就别四老爷四太太结果四老爷四太太四老爷四太太太太这个就是强林嫂的婆婆了你屋里你自己去讲老爷太太我是很难出去真是实在对不起了不休能在路上走正好比是一步登天堂谁这是家祭兵儿神水一双开城以来弄事啊忙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外望老爷他他都原谅、岁月远是一根木子兵中包把我家哎呀他他媳妇啊娘媳妇你亲身主事少分寸吃力风容易地对我讲一声也对我动心做西当听今日看见你在放心娘媳妇啊你的心思我明白娘的苦楚你也知情城里农忙神虚爽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这啊娘我在这里住每个月工资有五八万至少人多也好请你拿回去玩杂我不委屈媳妇唱一段诗歌千丈的路归根难道你一生一世祝永生是啊他在这么月里过马生问道理重要刚刚清哪里有要来学来去去去不慌于中八年家林嫂怕他能烧饭去了媳妇啊，娘，把我几个月工资先拿回去家用吧。哦，媳妇啊，媳妇啊！哎呀，太太呀，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屋里穷，讲零食，老的老，小的小了，媳妇不委屈吗？哎呀，叫我怎么办呐、啊？好了好了可靠你的神武气统老公老公把蒋灵嫂的贡献算出来是老爷谁是要委屈嘛呀要做到月底跟着规矩吗哎
呀，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糊涂了。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我雇了忙头，再叫媳妇来帮忙。不过做到有点慢。讲定说人话，啰嗦什么？老爷，刚才算了一下，一共1750文，贾玲嫂3000兼用，一文钱都没有花。拿给他。是。老头我哩呀，侬个良心是好个，老罗啦，亏得侬个嫂嫂今朝总算成人家嘞，真是不容易哦。还不是托四太婆、三师傅个福。干我干我，好个好个，真是个老实的呢。鞠鞠大官，来吃白粥啊！哎，不要了不要了，好好好，来老罗呢？当了起来。当然啊，这今朝烧个日节啦，是噶哦，晓得侬欢喜吃老酒啊，都侬去当果酒小菜哦。来了，老罗回来了，老罗回来了，酒醒太公，老罗回来了。哦，老罗，今朝晚当烧个来呀，快，滚衣裳去。你的啊，酒醒太公，老罗啊，今朝的终身他老母了啊。滚衣裳，滚衣裳去。OK， 老罗还老能嘞，都是噶个哦。伊拉家申请的辰光啦，人也是找不到的啦。黄花闺女也不要加许多呀，自家我呀，下每天还不在内，多年为老了，刚刚过我。哎呀，可是姥姥又要被砸嘞。叔叔，叔叔，叔叔，你真好困，你心让我们当不好困了。
开点，拿两个走开，拿两个走开。老大啊，您来东站哦，还有一半哦。那哎，好不，拿住叠起来。哎，好，来，走开点，走开点，走开点。哎，神嘎开，神嘎开。可以趴倒了，好，阿公，来，我叫了你多少年的魏大叔，你欺负我寡妇，是要写字的真的。我还是为侬好，侬快老了。老了有什么？比侬强的我不晓得好几倍了。来，趴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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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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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开，等一下开，快快快，等一下开，哎呀等一下，想快想快，哎好好好，想快想快想快，哎好，哎呀走开点，走开点，走开点，哎快快，一点点闭上，一点点闭上，抱起来抱起来，好好，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来来抱起来，抱起来抱起来，哎好，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好好好好，帮帮忙帮帮忙，八档八档八档。好，来来，上上去，上上去，来来来，好，好，来，好好好。好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不要紧，不要紧，房门一关，明早就好。老大，嗯，老酒准备好了吧？老酒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一起去买醉吧。老了当然要三鸡不要忙去炒一炒。哎，好好好，吃老酒去。他光吃老酒去啊，吃老酒去啊。他不三十不吃酒去吧。哎，哦，哎哎，哦，哦。老了，等一醒过来，侬好好劝劝伊啊。嗯。老了，我走了。哦。嘿嘿嘿。哎，老了你。哎呀，哎，对啊，来了，到时候人家帮我哄了，终究两样的。好，来来，吃，快去吃。哎，好好，吃吃吃吃。他不在，不在，来吃啊。好，好，来来来来，吃来吃吃吃吃。好好好，来来来，吃吃吃吃。好一点嘛，强盗，走开，走开！你喝点茶吧。要不回去？你不能走呀、啊！你不是受了伤吗？你不能走呀、啊！天黑了，外面也是。不要你过来。哟，他会不会去寻死哦？哎，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来去打？讲道，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你不能害我。我为你什么？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你要去寻死觅活，闹出条人命来，这不是害我吗？这，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你要到哪里去啊？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就坐东，我会待你好的。谁认识你？讲道，让我回去。让我回去，让我回去。都是为老了呀，为什么事先不讲讲好呢？你们为不讲好，
你们还好抢我来，我也不讲好，讲到让我委屈。哎，真是体晓得了。我老罗今年活了三十多，这种事的从未碰到过。我虽是身长三亚一处昏，强凶霸道我不为尊。讲到配，我老罗从小父母上房苦，先靠兄嫂抚养我，独自为少爹夫妻难耕种，我只得深山人啊当老母。常言道，男子三十人家业，因此让巴托老拉没来坐，这指望高高兴兴太父母有才子，吵吵闹闹起风波。那黄花闺女多多少，你心疼我苦命寡妇憔悴。哎呀直到今日才清楚，他骗我姑娘不肯嫁彩礼老，有一位寡妇道不错，他是你收进家间生中儿。十人会计有九载母，家贫富妻难守寡，自己愿意嫁丈夫。什么？我自己愿意？对明哪子？他还是一位乡里外丈夫，二位小叔讨媳妇。我花去彩礼八十千，下辈子万不算数。八十千？是八十千，你还不知道？我不住强盗，不住贼，你道我八十千钱是从哪里？每日里翻山越岭去赴岗，风餐露宿落不言，石沙雨丹山间水，冰天雪地把拉那屋子四季靠一冬，一冬能借多少啊财？八日天半日借小半日借，拼拼凑凑凑拢来。别人是洞房花烛成双对，我老罗一场欢喜在人间。十年心血化人灰，今生我想再把期望对，我是娶妻不成反千扎，万落得一孤将刀配。心酸花大道。
雪外去外来，狠心人得了我的满身病，太老了他不想不应该翻江老路来责怪，只见他有时懊恼，他有时悔，多如一棒他发了呆，他叫我要死不能死呀，贵有不家贵，要闹又不能闹，要赔又不见赔，这这好命苦，我好命苦。苦嘛不要苦，我会待你好的。不要哭，神穷嘛，身体倒是要紧，你喝点茶吧。要紧，只要不怕吃苦，咋总有办法。我们有的是力气哟。江陵少困胡老龙，心地善良成不
地来红布帮，穿在阿妈小街上，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阿妈，来，这只新啊，新试试看。啊，来。哟，看你嫁打得真快。新啊好。阿毛喜欢不喜欢？喜欢。好，他下来。万一一炸，做好了一起穿。嗯，新啊好，阿毛喜欢。新啊子金刚般，毛毛穿上真喜欢。弟弟快乐，咪咪笑，妈妈妈叫我好嫩嫩，好嫩嫩，好嫩嫩。阿妈，阿妈娘，哎，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怎么？啊，没事。姥姥伤寒病刚好，怎么能让她出去当了你？是。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阿妈娘，哎，跟俺走嘞。啊，姥姥，好，谢谢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不要吓我，不要吓我。哎呀，姥姥，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你看，我不是又好了吗？哎，坤你。阿妈，你看爹当了一只狼。爹怎么怕？哎，阿妈不要怕，这是只死狼。哎，怎么成天也会有狼啊？怎么没有？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啊，阿妈，心啊，怎么只有一张？为着妈妈煮。哦，呵呵姥姥，你怎么了，姥姥？啊，没什么。啊，到里面去洗一会吧。啊。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哎呀，你也真是，上回正刚好，怎么能吃人的呢？弟弟讲故事，弟弟讲故事。阿毛，来。娘弟好好的洗一会，到门口去拨头，不要走开啊。啊，我去烧点热的给你暖暖肚。嗯，
阿嬷娘，阿嬷娘，阿嬷娘。上街中，你受苦从不得生啊家。老罗，你讲这些做什么呀？儿子王平日夫妻同到老，有谁知啊半路将你劈一旁啊！阿毛弟，阿毛娘啊！啊啊经历你西归去，老罗，老罗，可也难避思量障。杂物一外亲，儿是阿毛的成长，福地福地福财你。怎样啊？度时光啊！阿妈的。阿妈，阿妈，
我们的阿妈见了见了老龙阿妈见了见了老龙到了你呀身边了，东宫还没叫着嘞。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叫叫好呢？还会叫得着个？每年做佛总是为个头面个东宫来了淘气。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这个蒋灵嫂呀。蒋灵嫂，蒋灵嫂，你开口闭口总是蒋灵嫂。你不要以为蒋灵嫂。那一股长工比得了，他自从嫁到侯家坳，日子过得倒很好。我生了一个胖儿子，你要他再来，我办不到。好了好了，唠唠叨叨，老孔不是去找段公了吗？一年到夜折磨人家事体，自家的事体一点都不管的了。太太，魏老婆子来了。是太太，是老太婆，侬倒想着来个。是太太，我等侬寻来一个人，侬想想不到的。啥人啦？我就是蒋灵嫂呀。蒋灵嫂，人呢？来了厨房里，蒋灵嫂，蒋灵嫂，他叫侬。他蒋灵嫂啊，几年不见，侬老得多了嘛。哎呀，侬又打啥人的小了？哦哟，太太，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了。自从嫁到山里有，有几年过得到人流，谁知道丈夫得了啥事，阿妈又被龙吐酒。阿妈，阿妈，独自为夫子之亡有根心，大伯的咋把熬睡？逼得他走的无路难度死了，还望太太来修理。做孽，
我真笨，我真傻，真的，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我叫阿妈，坐在门口不得，她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她出去了，当我要叫阿妈的时候，阿妈不见了，我急了，我就到处去寻，寻。寻到山坳里，找到了我那阿毛的这小儿子。我怕我阿毛被狼吃了。姑孙啊，姑孙啊，他喜事作孽。哎呦，太太哎。府上面总归要有人啊，上岁不是十岁，三十一年才只有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好安安心心做起来。太太，侬就做做好事吧。好吧，不过蒋林嫂啊，你在我家做可不能哭哭啼啼的，老爷是最烦气的。哦。大一到我房前。哦哟，阿弥陀佛，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蒋林嫂，说侬好安安心心做起来。为老婆婆，真多谢你呀、啊！非要谢个，自家尽力呀。蒋林嫂，那侬啊，不要难过嘞，挂来挂去啊，总挂侬个名不好啊。是啊。蒋林嫂，他来做什么？喏，说起来呀、啊，真是作孽啦！你第二个丈夫又死啦，可儿子也会被狼拖走。我想嘛，屋里正好缺人，所以把伊留下来了。什么？荒唐，荒唐！做了两次寡妇，你怎么还把她留下呢？寡妇本来不吉利，两次寡妇更顽疾，你也知道容易难。穿他金矿有力气，这种人看来是我很可怜，其实是还为帮助才不欠，实在是用不着你呀。既说你桌子把他留下嘛，那就算了，不过用他帮忙还可以，做佛上供莫差钱，即使用品不许他转手，否则是不管不行，祖宗宽见要讨厌。要是我阿妈还在的话，也有这么大了。再想想就要发疯了。蒋林嫂，你再讲一遍阿毛的故事给我们听听好吗？是啊，再讲一遍。
我真笨，我真傻，真的，我真傻呀，我真笨，我有时懊恼，有时恨，我拿了一只小篮，一只碗，叫阿妈一面拨头，一面开门，总怪我自己太粗心，转眼不见他踪影，不见阿妈，我心扎急，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寻啊不着阿妈。林嫂，侬面烫好了没有？面我一天到夜，我真笨，我真傻。太太已经乱发脾气了，快点起来哦哦。今年做房里的杀鸡宰我的人都没来。阿花，吃叫阿贵来。太太，杀鸡宰我的位呀？你吃叫来呀？明早就是做法呀，一切事情都为安排，一只碗在外面洗好，红漆铜碗呀为人大。家里嫂能放着，去理一理，五十拉去擦一擦。哎呀，我叫侬不要动，侬听见吗？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去撇啥？真是个西施面孔。一年到夜为的没笑容了，会出个呀！哎呀，蒋玲嫂，哎，你还不知道啊？你嫁了两个丈夫，做了两次寡妇，你这双手呀，不管不仁，这些东西他是不许你碰的呢。蒋玲嫂，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时有长起的吗？啊，疤。哎，江林嫂，我对侬想想侬实在烦心啊。江林嫂，你实在笨，你索性从死到官啊人。如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刀。
人家当瓦兵，再说你第二个丈夫有丧命，你更是一件大灾民。将来你到阴司去嘛，那两个死鬼男人万要把你整。到那时你主意难，语言难，那阎王最好把你一句刘妈，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你不相信我去那边肉里包抄给你看啊。你看这上面不是画着吗？十一阎王判官小鬼。那我怎么好啊，我怎么好啊？刘妈，你有什么办法吗？办法我倒有一个，只怕你做不到呢。刘妈，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快说，你快说呀！蒋林嫂，你还是没去到真心土地庙，去卷掉门槛做替身，要千人得来，万人夸来，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那么美，刘妈，刘妈，侬那袋擦好吗？我擦好了。娘娘说，
原来我猜你有这本事。我生死不见thank you。
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呀。去卷条门看，对呀，去卷条门看。不是去到真心土地庙，卷条门看着提神，让千人大凡人夸，让千人大凡人夸，说了我这一世他才苗子伯伯，苗子伯伯，卷条门槛究竟要多少钱啊？起码二十千。二十千。嗯。苗子伯伯，你总要做做好事啊！我每个月工钱只有五百万啊。五百万？干脆诚心要捐了。是啊。好了，我再替侬算算，至少十二千。十二千。侬每月工钱五百，这两年嘛就有的。两年，十二期是再少了，再少就是不人性，不人性啊，卷了不灵我。哦。从今后，侬个财业就由门槛代替的。苗子伯伯，真多谢你呀！嗯。准好了，准好了，我准好了门槛一条。雷妈，阿虎。我门槛卷好了呀，门槛卷好了。苗族生正月初三是童谷，女儿小姐姐抱住好，三十了福建起，越是差宽越差高，自从把你都转不进，这啥雨你也拦不了，从今儿要千人踏万人夸，我的才女好说调好说调啊。江林嫂，难道从今有那个才女啊都有门槛进来代替了，好走用了你。雷妈真多谢你呀。雷妈啊，阿虎，哎，你们有空的时候帮我去打一打哦。好，一定帮你去打啊。
做了菜，好事从心啊，头娘胎啊，终究杀机在我，我难做。祝福八公与我文武也不用再离开啊，我为啥不为啥人也死到阴死也不啊在人一到，老爷关照上府里。跑哪里呀、啊、阿花快转过来，太太我转过来呀、啊、转过来，什么转过了？老爷我门槛转过了。什么门槛不门槛的？老爷我的财已经锁过了呀。锁财？你也想锁财？你这个不讲子吧，上风把手一生一世也锁不了财。千岁万岁，千岁万岁！阿虎，快去闻一闻，快去闻一闻！哎呀，江林嫂啊，今朝杀个你，只是杀个你，这农夫是这个……哦，他都讲些什么？叫他滚！老虎，把江林嫂的弓箭损出来！是。来吧，啊，农保弓，枪！我早就关照过你，这种伤风拔俗的贱胎留不得！哎呀，牙关我也是新女儿，可以可怜。谁知道一个别人干各种各的样子哦。老爷，宫殿他已经全部拿去了，只剩下几十文零头。拿着他，叫他滚。江林嫂，江林嫂。正是个美作，作风，作风。
是一年了，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长啊！我怎么过？是梦啊，是真？嘿摇篮面，我是时间为他三餐啊生，还钱长把事不听，我是玉珠媳妇。心事苦十几年，有谁知啊病情因不年，将临死后婆婆她卖我到山间，谁知道山太去老路的命啊，阿嬷遇着我狼烟，独剩我两只寡妇在你从克服克制命运啊前，哎呀命呀命啊，命好命苦有谁听，怎么你莫不查一看不见，为什么你紧跟随从南街边，我为了说这句军门啊看，花去我工钱十钱，神圣到天大的财你不哭说啦，恰为我的财女成就没有轻薄的，哎呀，
清薄的啊。我要告诉去，我一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我到哪里告诉去、啊？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我只有抬头问苍天。文林究竟有没有？文林究竟有没有啊？苍天啊，呼喊我就低头问神仙。有没有啊？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啊！死不远送啊！柳木，不着不知，偏偏在这个时候，就可见这是个谋中。